哇，呢度周围摆满晒植物，成个温室咁样，环境真系非常之靓啊！其实呢度系釜山海云台嘅一间新酒店，住客每日朝早都可以喺呢个咁清新嘅环境底下食西式早餐。隔篱仲有好大嘅公共空间，布置同样都系充满田园风，仲提供埋免费咖啡同埋各款 board games 俾大家。啲设施就够晒靓啦，唔知间房又系点样嘅呢？哇！呢间房咧虽然睇好似好细咁样啦，但系佢除咗咧有一个迷你厨房之外咧，嚟到呢一边有微波炉，有唔同用具之余，最重要、最重要、最重要有呢一个衣物除臭机啊！咁咧今晚食完烧肉将佢收翻入去咧，第二日就即刻唔会臭啦。家电咁齐全，洗衫煮饭都冇难度啊！客房放得落 king size 大床、书台同埋梳化仔 ，king and queen、the big boss 仲有 the little guy， 细节位流露出幽默感。